意思吗？姐姐跟弟弟在这里看到了四只狗狗，哎，不对，五只狗狗在坐推车，而且他们都是同个妈妈出生的。嗯。那我跟你拍照。弟弟在逗狗狗玩。四胞胎，哎，五胞胎，五胞胎，五只。这里有一只。啊？没有，这只是男生。我要这只。对，那只是男生，他只是做着像女生的造型而已，他是男生。哇！弟弟，他可以拍照，你看他故意站那么高，来过来站靠近一点好了。弟弟，你跟他拍张照吧。哇，他转过去了，他跟这个阿姨拍照，跟阿伯吧，阿伯阿姨，我都可以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这叫公益。嗯。圈圈，他因为怕他舔他的皮肤。